二男传裸照威胁，最后一炮打不完。现代男女搞网路一夜情，小心遇到二郎。新北市一名27岁 OL 小林，前年在网路聊天室认识叫小改的男网友，两人相约嘿咻，一夜情后就没有再联络。不料今年1月，小林又接到小改来讯，要陪我最后一次吗？他受不了对方纠缠，答应去旅馆做最后一炮。没想到一个月后，竟收到对方传来他背部裸照，还恐吓说有其他照片，跟我完美打炮一次才删档案。由于小改威胁不从，就要散布照片，小林害怕裸照外流，只好报警。小改应讯时坦诚偷拍，但辩称只是想再续前缘。警方讯后将他依妨碍秘密函送法办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